刚刚呢，导演非常聪明的，因为今天天气非常不好，导演很厉害的找了借了不同的地方，让我们在比较安全的地方拍起来也有很危险的感觉。借这个的，大不了你看不出来吗？你把这个回去。被压扁了，是我啊，对不起，我撞到他膝盖。刚刚这叫声是完全发自内心，刚刚这叫声是有对被打到了。我刚刚是因为我想说，哎，没味，都这样在扣了，骨头碰骨头，对我膝盖撞他的小腿骨。应该依然健壮。好了，我愿意帮你按摩。你要负责我下班前。好，来。现在还黑名单。好了，老板。OK 吗？哇！物理动作哎，满分。哎，这个是太夸张了。在考试瑜伽课。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换以后不会了，以前会。成全别人吗？就为了我爱的人。他为了爱的人的时候，他眼睛是这样的。看不到。这玉芬会吗？他应该不会。哎呦，很难讲。不成全别人吗？这样。觉得我不会像欢欢一样。我的主观是。大家好，是。你刚刚说现实生活中会不会为了爱情这样子？我刚刚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如果现实生活中真的遇到这样的话，一定要勇敢的活下去，大家一起努力。但如果自己对啊，爱惜生命，好不好？对吧？三个人一起下去，极端，然后就不要放松，要不然一起下去。不然就是挂在那边一天一夜，看看有什么结果。那时候真爱就是浮现。在现实中应该没有办法同时抓住两个。他没办法，太细嘛。其实他是踢到石头。厕所那边的人。他真的踢到那个石头就翻下去。每次都会讲。对。转，退后，退后，对，对了，我还可以。
可以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，越来越糟。我还可以一次，真的，真的。他没有那么重啊，真的。心地，心地，心地，心地。来，导演来哦。在戏里面所穿的鞋子太贵了，到处都买不到，也不是到处就是收购。30%的部分，我们把这个名字收掉，就是一个百货公司，把标价都写在这上面，原价78厘，打折之后只要5.78厘。各位兄弟们，你们心动吗？赶快打下面的电话，这个时候阿布就卖了。有。不是搜狗，新东阳。啊，我们知道新东阳已经从食品产业慢慢晋升到服装产业了，这是一个人人皆时尚的时代，大家要注意。Lens 主播为你时尚报道到现在。我说一双鞋，因为拍戏要5000多，是蛮贵的。哎呀，怎么样？其实说真的，平常我也有点买不下去。我们这是要共存时间，共存时间。好了，你受伤了。对不起，我在这边替我哥哥。跟各位介绍，他现在的伤是脑有洞。我不要看你屁股。我脑有洞。我脑有洞。他脑有洞，鼻孔也有洞，嘴巴有洞。七孔流血之后，就多了一个孔。八孔。孔，你再多一个孔就变名人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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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第三位呢？我也是看着妙妙画，因为我的画的那个实力停留在国小的时候，所以就很像国小。你会发现到，就是如果说我把胡子拿掉，把头发换成这个的话，就会跟妙妙长得一模一样。其实就是在小薇的心中，就是大家都长得一样，很可爱，大家都是很善良的样子。你应该把妙妙就是画一个翻白眼这样子，他的招牌。其实画不错的、啊，我给他9分，满分是100分，1000。有没有发现另外1/2的温柔？陆天行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知道。他如果发现小鹿是朱雨天喜过的，在我决定用小鹿这个身份再出现的时候，陆天喜就已经消失，陆天喜不会再出现。我到底应该叫你小鹿还是陆天喜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不管是我小鹿或是陆天喜，对你跟对红子，我用的都是真心真实的感情。